皮皮，你是我见过最乖的狗狗，真的是最乖的狗狗，而且这么可爱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可以这么可爱？那你耳朵，你耳朵里耳朵痒不痒？耳朵痒不痒？痒。现在他可高兴了，笑得好开心啊！他在笑吗？嗯。开心是不是？开心啊，啊，屁屁，真的是好乖，笑得好甜，真的是我见过最乖的狗。我是屁屁，这个国庆假期我是这样过的：会一天，吃饱了散散步，和娜娜一起玩。狗狗不能吃土，等他们来找我玩，就吃饱了再散散步。一睁眼，国庆怎么就过完了呢？抖音。